主料，一只肉200克，中等土豆3个，胡萝卜2根，辅料油盐大蒜几瓣，料酒5毫升，生抽5毫升，甜面酱6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材料，土豆和胡萝卜去皮，分别切成滚刀块，大蒜去皮带肉，锅中放适量的油，放入肉炒出香味，放入料酒翻炒均匀，放入生抽，再放入甜面酱，加适量热水炖一会肉，放入土豆和萝卜，再放入大蒜，翻炒均匀后盖锅盖，小火炖至土豆软烂，加盐调味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不喜欢大蒜的可以不放大蒜，味道也不错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